这个的话，先要锁这一个，先锁上这个，锁到这个长边的，锁到那个后背上面，要先这样子锁，但是螺丝不能全部锁紧，然后再，对。所以一定要跟客人讲螺丝不能锁紧，但是要先锁这一个，如果先锁了另外一边可能就很难组装。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可以组装的，就是说一定要让客人先装后背这一边，用长边去装，然后再来装另外一边，如果他先装了耳朵，如果再来装后背的话就很难装起来。